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信和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这一部影片呢，我们又带来了勇一个实战解说。那我勇了玩了几场之后，我发现，这一套装备呢，算是我觉得勇最好最顺手。那前面稍微有点lag，后面就还好了，请大家见谅一下。最顺手的装备就是刚刚前面这一套。那以前都会出闪电戟，现在不会。那我们来稍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出这一套。因为现在的勇呢，其实打暴击呢是非常非常需要的。因为他的真伤是会暴击的嘛，不管你是切坦还是切射手还是切后排，这个呢都非常非常好用。那勇呢，他在上个版本其实之所以为什么会那么烂，是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 bug， 他的七段伤害是没办法打完全的。但在这个版本呢，他是可以把这伤害全部都打出来，所以呢才会感觉伤害好像真的有所提升。但仔细去看那个数字，其实没有改动太多。好，那但是这个改动呢，就让我们勇的手感呢差很多。好，那勇呢，在面对于这个在 highlight 的时候有看到，我们在打那个不管是莫托斯啊，不是那莫托斯，那个很硬的，那个叫什么？是飞来飞去赞尼尔，还有艾瑞。好，我们出的这一套装备有一个天虫羽，那再加上前面三件暴击装，暴击几率来到了大概有六成七成的时候。那基本上呢，你打这些坦克也是可以爽爽切、爽打的哦，是没问题的。没有办法到秒杀，但是呢，瞬杀速度很快。这边兔子呢走不掉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在前面几等的时候，两次被动哦，就把这个兔子打到直接迷迷冒冒。那对，看到对方的瑞克呢，不是瑞克，他是洛克啊、哦，洛克呢还没上四等，所以威胁性并不大。那看到他的这个技能值啊，他附近没有任何的小兵哦，没有小兵死掉。的情况下呢，他基本上不会等级不会上升，因为他的技能值是很慢的，所以你可以判断出来这一波是可以往前打的哦，不用害怕，直接打下去就对了。那打完之后呢，马上呢你就可以再回来哦。我们看一下吃魔龙还是怎么样。我这边呢果断呢就是想要跟莫拉一起吃魔龙。那你看到我们的萨尼呢很不错，他卡住了兔子的视野，不要让对方有机会来抢这个魔龙，因为我们现在状态其实不是很好。如果说对方大举入侵，血量状态比起来的话，我们是会差了一点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中路呢，刚刚死了两个队友，那我们就顺势来中路帮忙把兵线清掉。这时候看到罗身上有双 buff， 我非常想要。那想要说怎么办呢？想要说就像这样，哦 ，OK 的，这样就拿过来了，很简单，很轻松哦 ，easy。别人吃双 buff 的时间呢，可能要打个30秒加30秒，因为没那么久，可能10秒加10秒。我们呢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拿到双 buff。这边很可惜，因为我们带的是攻速鞋，所以没有韧性。被兔子飙这么远距离命中的话，晕眩会晕很久，很可惜。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如果刚要打的话，说不定打得赢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小心兔子飙扭一下。那但是还是被命中到，你可以看到弄好久、哦，我直接交了一个闪现，很果断的、啊。那这个艾瑞呢，很可惜，对方的洛克呢来支援哦，不然的话艾瑞呢血量那么惨，那洛克可能会直接冲进来，我觉得应该没办法。洛克刚刚身上有一个护盾，他只要有护盾在呢，他就可以处于免控的状况哦，所以呢刚护盾没打掉其实蛮可惜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前面呢不小心死了一次，这时候兔子又射到，兔子飙一种神奇的魔力，会让我不停的想要往前去，但是呢他却不知道怎么样螳螂捕蝉。蟒蛇在后啊，大概是这个感觉。我们后面来两只，你知道吗？两只全部都是为他准备的。好，我这边跟着萨尼呢，想说要把上塔给推掉。好、哦，上塔给推掉，因为兔子现在不在嘛。那剩下一个手短的艾瑞，他要绑我的话呢，也是蛮难的啊、哦，因为绑我他也没什么太多的伤害。那可以看到他这时候选择绑了一个硬邦邦的萨尼，
那我在这里呢，其实蛮犹豫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队友可能会来支援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把技能全部缴光。那这边果然看到罗来支援了，这一场呢，有些画面会有些lag，真的是在此深感抱歉。好，我们下一件装呢，一样把飓风双刀出起来。对方呢，现在呢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兔子在哪里。然后艾瑞呢，如果现在有大招的话，直接把我绑住位置很麻烦，所以我尽量拉远一点距离。现在兔子果然过来，罗也过来帮忙了。那要打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勇呢，的被动打罗是有点吃亏的。他其实感觉就很像悟空敲罗，只要用个直角走位或者是横向走位啊，或者是横向位移，我们勇呢的技能就会全速落空，因为我们是打一个直线式的嘛，就跟锦的蓄势待发一样。那如果是用单纯用普攻去打的话呢，那就是可以打得到的。好，我们这边趁萨尼呢在帮助我们牵制兔子的时候，直接把上塔推掉。我这边的话呢，我会先注重推塔，再去杀人。因为呢，如果说你人杀不掉，你一直被塔打的话，那很容易可能会被对方打一波反打，那这样就非常吃亏。好，我们迅速的来把魔龙给吃掉。那勇呢，这一套前面这几件装备呢，天虫鱼你可以看，哦，像我这一场天虫鱼我是出在第三件。如果呢你觉得对方的软皮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把天虫鱼放在第四件，或是在第五件都 OK。因为这一场呢，对方有艾瑞加上战逆，其实算是蛮坦的。那所以呢，我选择就先把天虫鱼出出来。而最后的死刀呢，我其实是改成拘魂，因为对方有洛克，洛克其实回血呢也是蛮多的。再来就是，还有艾瑞，然后罗尔。所以我个人呢，这一场呢，我是把死刀换成拘魂哦，所以这个装备是非常活用。但前面几套装备、几件装备基本上不会再做更改。玩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对方根本碰不到我们哦，我们就在旁边爽爽射、开心射。那奎伦呢，一个抓着一个，我这边再用一个一剑定到战尼尔，直接收掉。虽然暴击每次伤害只有200多，但是这一次可以完整的打出哦，打出所有的这个伤害。那你看，我们就算不暴击好了，伤害也是，就算没有那个白色暴击，那红色的暴击伤害也是很高。所以这套装备呢，你切后排啊，跟切坦基本上都可以很顺利，都很顺利。切坦克在前期其实也是很好切的，那对方坦度慢慢提升之后，大概你在出到飓风的时候就没那么好切了，因为对方坦度也慢慢上来。你在出圣剑之前，基本上前期的坦克遇到勇还是可以很好切的。哦，你只要出大概两个暴击手套就 OK 了。这边洛克直接冲过来撞我，那战逆尔过来准备抖内，那先快速的收掉一个洛克之后呢，看到了左方呢还有艾瑞，我稍微躲了一下，用一个被动打掉对方的中路。那最后艾瑞的血量掉得很快，直接射死。这边兔子的话，本来想说一个闪现一个被动可以打死，但是发现他血是全满，如果说他血是半血的话，说不定有机会直接一个被动杀掉他。那这边天虫鱼出来了，等一下对方的艾瑞还是战逆尔过来黏我，我就直接杀给你们看啊，没问题，不用解释。好，现在中路兵线过来，我这边绕了一个大圈，其实有点多余，我们直接黏上去就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迅速的把塔给拆掉，那对方也都复活了。洛克呢准备靠过来，马上一剑先定一下，往后拉掉。这时候战逆尔这个推呢算是保护的还不错，不是战逆尔，他是那个萨尼。看一下我们目前经济是全队最高，那差不多要出一个续航装备嗜血弓给他出出来。勇呢，记得你在按嗜血弓的时候，尽量你有被动的时候再按嗜血弓，因为你当下那个回复的速度会非常快。那还有另一个要点，就是你在使用被动的时候不要乱移动哈。我们这边有红，所以我决定我要跟战牛打。那这边一下两下三下，直接本来想说被动打出去，但是很可惜刚好被他一个晕眩。这边一技能再定到，想说普攻慢慢叠，但是直接二技能打出去更快。好，顺利的，你可以看到战尼尔在我面前就跟什么 like cake， 懂吗？就跟一块 gaining go 赶快呢，还是一块海绵的戚风蛋糕，就是这么柔软哦。来，战尼尔又来了，欢迎光临，你好啊，欢迎试切。来，这边技能全部打过去，三个普攻再加上拉兹，拉兹好可怜，直接被塔打死。好，但是这个对方的两座塔呢，下塔应该可以拆掉。罗在中路应该来不及赶过来，我呢应该还可以再射一下被动，但兔子飙出来了，想要就算了，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了，不要那个赶尽杀绝了，对方很凶的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在队友死掉的这个期间，我们就稍微浓一下野，看到了罗，我们用普攻点就好，不需要打出被动哦，因为罗如果我们用被动打很浪费，他可能会滑掉。下路的话，对方一窝蜂的小象帮帮、小象帮派的过来了啊，象帮派的，我们赶快去下路这个喝止一下。
我本来想出死刀，但是觉得还是要出一下拘魂。这边一个被动打在对方艾瑞身上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方靠近一点，我们尽量拉开距离。艾瑞绑不到我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安全。这时候艾瑞的血量又回了起来，那下路这一波就先放弃，直接往中路靠，因为队友都在中路，对方只有一个罗罗，这一波是一个多打少要打，但我们拉兹跟上的速度有点慢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率先冲上来，这个疯狂输出，被动三个打好打满，这边嗜血攻差不多准备开起来。玩勇的话呢，其实比较麻烦是啊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瞬间被秒掉，所以有时候会战，我看我准备要被打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嗜血攻，但刚刚直接被艾瑞抓到，所以有点可惜，嗜血攻的被动没有打出来。好了，那这一波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推掉对方的高地塔，应该可以再推到碰到一下高地塔。但是我发现，中路已经没兵线了，然后天空巨龙在上路，所以我们就往上路靠，把上路的这一波兵线给洗进去。这时候罗尔出来了，拉兹跟奎伦呢负责去对付那个罗尔。那这边我们一把箭射过去，看一下能不能赚到助攻。很可惜，对方罗尔被打到，但是没死。好，这边这一波呢，趁对方还有三只还没复活，我赶快的推掉，赶快的推掉。好，那这边呢还可以体现出什么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队友呢有稍稍的这个文化素质不像台湾人啊，也不像我的观众。但是呢，他又说他是我的观众，为什么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哦。好，我们呢是速速的把这个野怪给吃掉。那通常呢，我在打排位的时候比较认真，所以前面没什么时间啊，没什么时间好好的回复对方。如果你看到是我的话，我没跟你打招呼，这个不是说不屑不理你啊，或是自己队友，除非你在选角的时候跟我打招呼，我就跟你打招呼。但是如果在玩游戏过程当中，我会尽量的有空的时候才回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也真我捡的蛮多的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害还蛮吵。那终于有人讲一点公道话，那我就只好应付一下，应和一下啊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也不敢说多打得多好，但是也算是凯瑞啦，这个910的一个战绩啊。啊，反正我也是一个数据机嘛，对不对？刷数据的一个机器，他爱怎么讲就给他怎么讲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哈雅停在那边打字，一定是在打字。我呢，赶快去帮魔龙。哎呀，果然啊，他打了一些字啊，他就是我的这个忠实粉丝啊。他说没办法，平常被你的影片吵，果然是有在看我影片才会被吵嘛。好，我们这边一个一技能定到对方的艾瑞。艾瑞呢抓住这个坦克是一个超级大错误啊。那罗恩呢在这么众多人的围剿之下也滑不起来了。这边遇到战尼尔想逃跑，马上粘上去直接收掉。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换五哦零换五的漂亮团战，那基本上就奠定了制胜的关键。好了，那这一场呢基本上就到此结束啦，一个11-13的表演秀带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那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这一套装备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套装备真的还算 OK， 还算不错。好，如果喜欢影片记得订阅一下的 YouTube 频道，希望这部影片可以突破300个赞。那还想看玩什么角色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或是你有不一样的装备见解，可以在底下告诉我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